地方有一位同学问到，他说他在公司里面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有时候为了争取一些利益，会做一些违背佛的事情。我心里有时候很矛盾，这些是否会影响我的修行？我想他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同修有类似的。首先我们要懂得修行两个字的意义。行是行为，包括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行为有了错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个叫做修行。这个意思呢，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细的记住。真正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行为总的来说呢，不外乎三大类，一个是善的行为，一个是恶的行为，另外一种呢是非善非恶。佛家讲啊，无忌的行为，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的。那么最重要的，把这个恶的行为修正变成善的行为，这是真正叫修行。可是善跟恶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善恶实在讲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仔细去观察，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标准不一样，古人跟今人的标准不一样，甚至于我们在一生过程当中，儿童跟年轻人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跟老年人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标准太多太多了，可是标准不管怎么多，佛法里头有一个绝对标准，只要能够与绝对标准相应，那你就没有错，这个绝对标准是怎么说法呢？凡是为私就是恶，凡是为众生呢就是善，记住这个标准。那想想我们这个净土宗过去永明延寿大师，这是我们净宗的六祖，净土宗第六代祖师，他在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个公务员，管呢这个税收里面的出纳，做这个工作，他常常偷盗国家的公款拿去放生。那么这个偷盗国家公款这个行为不善，是恶，可是他拿去救护众生的生命啊，这个是善的，他不是为自己不但不是为自己，他知道这是犯法的行为，他不是不知道，如果这个事情要被揭发被追究，他是死刑他自己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换一句话说，愿意接受死刑，他要救活许许多多的众生。我们从他这个心，从他这个行为里面去观察，去学习，真的是舍己为人，牺牲自己啊，成全别人，这是大善啊！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善恶并没有标准。你看到的是做恶事，我们是凡夫，不知道他的用心，没有看到他的后果。啊，因此，我们对做恶的人，也不可以轻易批评。啊，为什么呢？不知道他的动机。啊，也许他的动机是纯善，我们要是恶意去回报他了，那我们就冤枉了好人。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教给我们：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世间的一些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把它放在心上。真有智慧、真有神通的人，他清楚，他明白。我们凡夫不了解，啊，去凡夫很容易造业，啊，道理呀也都在此地。那么我们今天为了争取利益，啊，利益是应当争取的。我们这个利益呢，拿来做什么？你经营一个公司，啊，你是经商啊，在佛法里面有不少商主菩萨，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从事于这个行业，啊，那经商当然要赚钱，啊，赚的钱呢不是自己享受，赚的钱呢，帮助社会，帮助苦难众生，那你的做法就对了，你这是菩萨的做法啊。那修行就把我们自私自利啊，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改变为牺牲奉献，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这叫真修行。无论在哪个地区，无论在哪个时代，弘法利生不能离开金钱，没有钱不能办事啊，钱是要的，但是钱不要用在自己享受上就对了啊。自己的生活能够借钱啊，修集的功德真的是增福增慧啊。世间一般人讲啊，求富贵求长寿你决定可以得到啊，最健康的生活是最节俭的生活，这个我们看得太多了啊。最近我在澳洲啊，看到一批老人，乡下的老农啊，七八十岁啊，跟我见面差不多都八十多岁九十多岁，身体健康啊，还要学佛法啊。我问他你信什么教？基督教徒，虔诚的基督教徒
来听我讲佛法，听得很欢喜，问我要书，问我要资料，啊，他们很想学习，我们很受感动。啊，所以这是世间真正有福德的人，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啊，这样子，你就晓得不会影响修行，啊，这个修行，简单的说就是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啊，我们走的是佛菩萨的道路，啊，佛菩萨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学佛要达到无心境界，无心境界是否事业上啊也不要努力了？到什么程度为佳？啊，是否除了不要心，其余什么都要？无心，千万不要把名词啊误会了。无心是无妄心，有真心。无恶心，有善心啊！啊，所以说无心两个字要搞清楚，不是连真心也没有了，善心也没有了，那无心就变成木头人了，啊，那就错了。啊，大乘经上常讲的无心是这个意思，啊，无妄心，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妄想心。无分别心，无执着心，啊，然后啊，全心全力呀，啊，那个心是真心，啊，我们讲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正觉心、慈悲心，这个心有啊，这个不是无啊，啊，与这个心无种心相反的没有。这是真心，啊，真心呢去工作，无论呢在哪一个行业，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都是菩萨事业。啊，什么是佛菩萨呢？佛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榜样。啊，我们这里提的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就是佛菩萨。啊，我们在同行里面给同行做一个好榜样，啊，给同行做一个好模范，啊，比如你所经营的这些事业，决定要用真诚心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绝不为小利而伤害众生。啊，那么在今天这些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啊，比如一样，现在这个医药里头啊，假药很多，啊，这个害死人呐！啊，为了图一点小利，啊，造假药来欺骗众生。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买用药啊，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啊，新加坡政府检验比较严格。假的东西少，啊，他通过好几次的检验，
在香港就靠不住了。我过去在台湾有很多同修到香港呢，很多人去买片仔癀，这是个很好的药可是在香港片仔癀的价钱相差很多，有些地方卖得很贵，有些地方很便宜。假的太多了，那我们一般人不识货，很容易上当，很容易买到假的。我过去在美国中药店的时候，我也有一次去买了两粒片仔癀，回来打回家，回来的时候打开来一看，哎，还好不错，有一粒真的，一粒是假的。我们也就算了，不再去找店里麻烦。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造的，他进口来的时候也是受别人欺骗。那么这个事就是过失啊，菩萨伤人呢，决定是货真价实，这菩萨。如果真的想为赚钱，你用真诚心去做，你绝对不会少赚。你用这个造罪业欺骗众生的手段赚来的钱，说实在话还是你命中所有的，你绝对不会在命中所有的会多赚一点。如果你有这个本事，我也会去干呐。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所以我教同学初学佛的人，我教他一开端呢，就把《了凡四训》念300遍。我过去都是这样教人的。你初学佛，你要读什么经？我教你先读《了凡四训》。300遍念完之后啊，你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你就想，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决定了不会再用非法手段去欺骗人。为什么呢？得不到一丝毫的利益。你以为用假东西把人钱骗过来了，骗了还是你命里都有的，你说冤不冤枉？为什么不用诚实的心出世待人接物？修积功德了，那个福报无量无边的，害人是折福，决定不会增福。老老实实出世待人接物啊，这个人增福啊。我们今天大家嘛都希望找一个好的环境来修行，找一个好的环境啊来生活。什么环境好呢？这个时候再讲，应当是要选择。古圣先贤也都教给我们。你看孟夫子的母亲要选择邻居啊，选择好邻居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也要懂得选择一个好的环境。什么叫好环境呢？这个地方的人忠厚老成。不欺骗人，这个环境好啊。那么我们走过，在世界上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新加坡这个地方算不错。这个地方人民守法，不欺骗人，这个很难得。他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呢？
得力于法治啊，惩罚很严，大家不敢犯法，不容易了。可是最好的环境是什么呢？不是法治。法治是什么？并不是叫人真的心服口服啊！啊，没有办法不受罚了，没有办法不做好人了，那不做好人受惩罚嘛？啊，最好的方法是理智。中国古人提倡理智，从你自己良心里头出发，不要法律，这最高最上乘的。那是古圣先贤的教育啊，明理。可是现在已经非常难得了啊！我们到澳洲啊，澳洲的环境不错啊。过去我们的韩馆长第一次到澳洲，非常赞叹，这是人间天堂。澳洲人为什么那么样的淳朴呢？地大人稀，人少，这也是一个因素啊。人少的地方好啊，澳洲土地面积大概跟中国跟美国差不多了，人口呢只有1700万啊。我去的时候，最近几年呢大概移民的多了，今年的时候报纸上报的统计的1900万，多了200万人。人少，人与人就特别亲切，就不会骗人，人太少了嘛，看到人啊很珍惜呀。澳洲的土著我跟他们接触，我去参观土著的学校，我看到土著的学校啊，小朋友非常重视伦理，他们懂得孝顺父母，懂得尊敬尊长，我看了非常感动，很难得了。所以我们要是把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介绍给这些学校小朋友，他们很容易接受啊，给他们的想法做法了完全一致啊。所以我们对于土著学校，我们要帮助他啊，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学，把大乘这个佛法的教学啊，要介绍给他们的学校。那我在那边跟他们的学校相处得非常融洽，好像这一次我们的文学晚会，他们学校派2位代表来参加，从这个地方我们就选择生活的环境、修学的环境，所以也是有标准，值得我们做参考，不是说佛家讲这个无心的境界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那是错误的，就像我平常劝大家讲的放下，有些人误会了，把工作也辞掉了，什么都不干了过了几个月写信给我，法师你叫我放下，我现在通通放下了，现在我们有钱了，我生活成问题了，这是完全错会了意思你工作放下了，谁养活你了？佛菩萨不会养活你的就一定要懂这个道理佛菩萨教我们放下私心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明白，不要去追求名闻利养放下是这样的放下的那你真的有成就、有功德，
所以实至名归，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不应该得到的放下，应该得到的那可以得到吗？佛是通情达理呀，佛不骗人啊，佛的话我们要仔细听，千万不要产生误会，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居士们问的，他说弟子们一向来都有做放生的活动，通常我们都在星期天到市场买一些鱼类放在一个矿壶里，由于所放的众生数量相当大，日子久了壶里的众生也显得拥挤，于是弟子们就有了疑问。这下面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弟子们是否应该继续同样的壶放生？注明这此壶乃私人产业，严禁垂钓。这当然是好啊，但是如果这个壶里都已经非常拥挤了，你要另外找地方啊。另外去找。当然这个湖是私人的，禁止钓鱼好，那要找不到这样的环境呢，至少要找到比较偏僻一点地方这个钓鱼的人少，不过也很麻烦，将来你放多了，大家晓得这条鱼多，都到这儿来钓，所以这个事情要有智慧放生是在讲不必定日子，定日子有很多弊病这些去抓鱼的人听说哪一天有人放生的销路很好啊，他就拼命去抓去了，如果他每一天抓这么多鱼没有销路卖不掉，他就不抓了，那比放生的功德还要好所以一切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过去我们在台湾我是从学佛可以说呢就提倡放生到以后我放生就很少做了，我去印书印一些劝人吃素的书，劝人爱护动物的书，这也属于放生所以丰子恺的这个护生画集早年我从香港得到一部之后带回台湾，我就大量的印送帮助一般人呢增长慈悲心爱护动物不吃众生肉不伤害动物这个都是属于放生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做法，你们自己一定要多想一想怎样做法比较上妥当这个最不好的，这在台湾发生过许许多多这个现象规定哪个日子要放生让这些猎人大发势力他们拼命去围捕到这个时候来卖给你们你们看到又不能不买所以这种放生反而是害众生的生命
啊，我有一年在台中，啊，李老师讲经，在慈光图书馆讲经，啊，有几个人抬了一只这个大乌龟海龟，啊，这个是大概总是20-30年前的事情，啊，抬到这个慈光图书馆大门口，有许多人看到了。啊，大家凑钱，那价钱很高啊，啊，凑了一些钱，买来了，买第二天呢，到海里面去放生。说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还他抬了两只来了。啊，这个大家看到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还是买下来吧，放生吧。哎，再过一个星期啊，抬了5-6只来了。李老师啊，立刻就下令。不要理他，不要买他。啊，为什么呢？越买越多，他知道这个有价钱的，他卖得掉啊，他在别的地方卖不了。啊，到你们这个地方来有销路，他就去抓了。所以以后我们就不放生，不放海龟了，以后海龟就不见了，就没有了。这个是对，正确的。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现代人一些心理啊，要懂得他的心理啊，这个值得做参考。这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把一小部分放生的钱拿来买饲料给所放的众生吃，是否如法？这个如法了啊，你放生呢，你当然你就得养活他了啊。你不养活他，让他饿死吗？那也是错误啊！啊，所以这个饲料喂众生，这也是好事情啊，也可以这样做法啊。所以一切都是为了真正爱护众生，这个爱心呢难得，爱心可贵啊。有的说爱心是好的，我们的事做错了。啊，这个是了凡先生在那个讲这个善恶标准里面讲呢，啊，这叫正中偏呢，啊，你爱心是正的，你事情做错了，这偏的。这位同学问的哈，他有两个问题，他说我专诵《无量寿经》，读经的时候啊。嘴麻木。第二个问题呢，他说眼睛常出光圈，身体常常打抖擞，这是业障啊，非常明显的业障啊，要真心去求忏悔。忏悔的方法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失啊，要认真反省，找出自己的过失，把自己的过失啊认真改过来，这叫做真忏悔啊。同学要记住，不是啊在菩萨面前，在那里祷告啊，我做了好多错事，请佛菩萨原谅我，佛菩萨今天原谅了，明天再干啊，干了晚上再祷告，这个没用处的啊，这是错误的啊，自己要认真去反省啊，把毛病找出来，然后消除自己的毛病啊，改过向善，这叫真忏悔啊，你这个业障可以消除。啊，这是安徽合肥同修啊，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修净土道场
放大宝法王的故事是否妥当？不妥当。啊，为什么呢？这叫夹杂。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一定要依照规矩。啊，你比如说你在学校念书，啊，你是个念医学院的扩堂。请个商学院的老师来给你讲课，妥不妥当？不是你这一行业的嘛。佛法里面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有每一个法门修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果夹杂别的法门在这个里面呢，就把这个功夫破坏掉了。我们今天修学为什么没有成就？为什么遭遇这么大的困难障碍？实实在在讲，就是我们在行门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就是夹杂。觉明妙行菩萨，那是对修净土人说的。啊，修净土的人，要想功夫得力，要想功夫成就，必须记住三桩事情：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啊，所以夹杂别的法门在里面，就把我们自己功夫全盘破坏掉。啊，如果你对于这个密宗有兴趣，你可以加往生咒在里面。行，往生咒是密宗的，啊，因为它也是求生净土的。啊，这个是祖师慈悲到极处啊！啊，而无量寿经，你看这个经本经文虽然不长。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大乘小乘，全都包括在其中。这个经典不可思议啊！啊，这一部经的教义圆圆满满，没有一丝毫缺陷啊！不必再要加其他东西进去了。专修专弘，我们这样才能得力。第二个问题，它是我们家乡用米做的米酒，通常是下元宵啊做早餐啊或者是晚餐用的。有人说不能食用，是犯戒啊，请问？不知是否属于酒的范围。酒这条戒，它是属于斋戒，本身没有罪啊。五戒里面杀盗淫妄，那个叫属于性罪，你不受戒做这些事情都有罪。那么酒这一条呢，你要是不受这个戒啊，没有不犯戒啊。那佛为什么把酒也定作重戒呢？这酒啊，它叫做遮戒，这个遮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预防，预防是酒醉之后乱性啊，啊，怕你酒醉之后啊去造杀盗淫妄，是做一种预防的。所以这一条戒的开源特别多啊，你比如用酒，这个菜里面呢做佐料，这个可以用啊。为什么呢？你想想它，它不会醉呀，啊，你只想这啊，它不会醉。
就在这个元宵里头啊，或者其他东西啊，都作为佐料，厨房里面的料酒可以用。啊，这个尤其是中国的中医中药，中药里面有很多用酒来喝药的，啊，甚至于有酒做药引子的都可以用。啊，这个都不犯戒。啊，那么由此可知，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戒条，通情达理。啊，不是啊，这个一成不变的。那么过去我在台湾，我有一个老朋友，他的年龄比我大一些，啊，大不多，大概大个三四岁的样子。在抗战期间呢，他是戴玉农的部下，啊，这个住下戴玉农戴笠啊，啊，那是搞这个特工的，啊，对日本人作战的，啊，这个首都沦陷之后啊，他们一直留在南京，啊，做这些情报工作。那么有一次呢，被日本人发现了，啊，日本宪兵队追捕他们，啊，那个抓到之后啊，死刑呐，啊，死还不是让你好死，啊，总是想尽方法把你折磨死，啊，那么他们有两个人被发现了，发现之后他们呢说逃到啊，南京中华门外，中华门南门，啊，到雨花台那个地方有个寺庙，他们跑到寺庙里去，求老和尚救他，啊，老和尚很聪明，把他的头一剃，穿个海青，叫他们跟着大家去做佛事。哎，日本宪兵队到了，到处搜查，找不到，这两个人脱了，这个脱了险呐。胜利之后，啊，他们几位对这个老和尚救命之恩念念不忘，啊，非常感激。回到南京之后啊，有一天办了一桌丰富的酒席，请老和尚来吃饭，啊，来感谢他。那老和尚一来了，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和尚吃素的，我们这里又是鲫鱼鸭肉又是酒，这怎么办呢？哎，老和尚了不起，老和尚坐下来，没有关系，来照吃，这叫开源啊。这些人对这个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才晓得佛家什么叫大慈大悲。他不是有心，那个心是真诚，真正感激，啊，但是疏忽了，不知道出家人吃素。啊，老和尚居然的时候，没有给他难看，哎，坐下来照吃照陪他们，接受他们的感激，一生不忘记佛法高啊。假如你自己要找一些信徒请你喝酒吃肉，那你就犯戒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个叫属于开源啊，这个是感化众生啊，可以这么做的啊。所以这个老和尚不是普通的出家人呐，啊，这真有德行呐，通情达理。这些呢都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啊，酒的开源很多。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到华严莲社啊，台湾有个华严莲社，智光老和尚，啊，南亭法师，我们都很熟的。啊，那个时候智老法师70多岁。啊，那么我们常常也在寺庙里吃饭，他们对我们很爱护，啊，我那时候只20几岁，啊，把我当作小朋友看待，
在一桌吃饭，我就非常奇怪，他每一餐饭的时候都有一杯酒，我们看到不敢讲。以后啊，学佛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点头，他这是开源。年岁大，身体不好，这个酒啊能够帮助你血液循环，当作药用，这个可以，我们才明了。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话，用这个酒可以帮助，但是酒最好还请教医生，因为酒的性质不相同。你譬如，这个一般在中国的茅台它的性质是收敛的，适合于冬天，不适合于夏天，夏天呢，像五粮液，这个酒啊，这都是个这个含酒精程度很高的，它是往外散发的，就适合于夏天，所以要懂得我们的体质，要懂得四季这个循环，最好请教医生，什么样的酒对于你的身体有帮助，如果你用错了的话，那有伤害呀，不但没有帮助，还有伤害，要请教医生。第三个问题，在家居士为了节约时间，边听经边拜佛，不知是否如法。这个拜佛是修定，是修定。拜佛可以听佛号，听两句开念佛机听佛号，最好不要听经，因为听经呢需要用思考，拜佛了心需要清净，这不相应。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有工作，家里面的工作做家务事情，一面做事一面听经，这个可以，所以拜佛不行。拜佛是修定，心地一定虔诚才会有感应，那听经呢，在详经里头这些这个经义，你的心不清净，这个道理要懂。这位同学问的他说如果情势所逼，他说因工作职务上而需要采购皮革之类的东西，或间接上犯了五戒，应如何改善？你在工作职务上购买皮革这一类东西，这个没有过失，为什么呢？这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你的上司叫你去做，你只是去执行而已，只要你心地慈悲，你去看到这些皮革，你能念几声佛号给他回向，好事情啊。这个在他很不容易遇到的，念佛或者念往生咒给他回向，如果犯了戒要忏悔，这知过能改啊，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也，所以要懂得改过，天天反省，天天改过，改了之后还会再犯，这肯定
为什么还会再犯呢？无始劫的习气嘛。啊，如果改了都不再犯了，好，那成佛就很快了，哪里要三大生七劫呢？啊，要三大生七劫的原因就是进进退退。啊，一般说的是进得少退得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诸佛菩萨都清楚，啊，都明了。啊，所以在我们修学整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初学是老修，读经比什么都重要，研究讨论对初学尤其重要。啊，就是这是改，从心地上改，从观念上改。啊，就要靠教学。如果我们能够发心讲经，啊，那你就更好。为什么呢？效果非常殊胜。你讲经劝别人，劝别人也劝自己啊。啊，天天劝别人，不知不觉啊，自己的境界就转变过来了。啊，这个就是所谓是常识熏修。啊，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啊，要长时间的熏修。啊，那不会讲经怎么办呢？啊，我们这样培训班传授的只是讲经的技术。啊，这个实在讲不是很重要的。啊，你如果不会这个技术，你有那个真诚心呐，佛菩萨会加持。所以那个大慈悲心、真诚心呢，这个重要。这个不是人传授的，啊，是你自己发心，真肯干，啊，帮助别人开悟。啊，那么现在学讲经，跟过去不一样，啊，现在方便太多啊。过去学讲经，那自己要没有相当的天分，非常困难。啊，我们听老师讲经，听一遍，然后自己就会讲了，这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啊，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啊，所以古时候讲经的这些法师怎么培养出来的？老和尚讲经，听众学生里面有能力，啊，真的讲是不闻强记呀，啊。他听了一遍，他能够记得90%，有这种能力，学培养他出来讲经啊，啊，所以叫附小作啊。没有这个能力，那实在是没法子。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呢都能够学了，为什么呢？有录音带呀，有录像带呀，我可以一遍一遍的听呐。啊，一遍记不住10遍呢，10遍记不住100遍呢，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往年我在美国，啊，这个洛杉矶照例本居士，啊，我讲经的时候也介绍过多少次，啊，他听我的《金刚经》《六祖坛经》，听得非常欢喜，啊，他来告诉我，他说我专学这两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有一年我到洛杉矶，他告诉我，他已经听了26遍了。哦，是难的。啊，不是，继续再听，听100遍。100遍听之后，他会讲了。他现在在美国到处讲，很多人请他。
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吗？所以现在真正发心出来学讲经，这是菩萨心啊，真正是大菩提心啊。方法就是一部经，不要学多啊，学多了你就学杂了啊，就是一部经，专学一部经，专讲一部经，你就变成专家了啊。你学一部弥陀经，专讲一部弥陀经啊，讲上十年之后，哪个人看到你一定是哎，阿弥陀佛来了，你就是活的阿弥陀佛嘛。你专讲无量寿经，你就是无量寿佛；你专讲普门品，你就是观音菩萨；你专讲地藏经，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专就搞一样啊，作为世界上顶尖的专家，多了就不行，多了就不专了啊。现在专好啊，用交通方便便捷，全世界哪个地方想听地藏经，听说有个地藏经专家，活的地藏王菩萨，一定来请你吧啊，打个电话传真给你，你马上就可以去家了啊，专家了，不要做通家了，通家不容易做，不容易成就，专家容易做，容易成就啊，这个好。这个下面是：是否在念缘碰上时专心持念呢？阿弥陀佛可以改变现象？可以啊，只要专心，专就会有感应啊，有不思议的感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答复到此地。Thank you.
啊。